我们这个手工的敖丙剩下没有几间了，因为它的时间是很长。我的名字叫宝华，我是福州人，我是在吉兰布上红哥城的卖的是福州宝华敖丙。我做这个敖丙已经有差不多要40年了。我这个敖丙是我的外婆传授给我的，因为我从小是跟在我的外婆的身边，那么就一直帮她的忙。我们的敖丙是跟人家的不一样，我们的敖丙是外脆内软，我们的里面的馅料有虾、肉、熬菜，那么上面呢我们会的放的是花生还是云鱼。我们的敖丙只是有一种而已，首先我们是放那个面糊，那么我们就放猪肉、放蚝、放虾、放芹菜，另外再铺一层面糊，上面放花生。我们就是用的是老虎虾，巴萨专门买来的，那个蚝是专门是披萨山过来的，那这个是韩国蚝。我们的面糊就是用豌豆来搅，搅了来掺三种粉去搅拌它，因为我们要用手，为什么？它会均匀。我们的辣椒是自己炒的，放虾米啦、巴拉姜啊这些，因为它是很配那个敖丙。困难是有啦，是说时间很长咯，站住咯，里面又很热又很烧，不过看到 customer 他们吃得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哦。我的三个子女都已经学会我的这个手艺，我也希望我的子孙他们下来也是要学这个手艺。我做这个也是有说会想起我外婆以前在我的身边，我希望我的顾客买我的好饼会勾起他们以前小时候的回忆，因为很多老顾客他们就是吃到这个好饼会一直会想起我外婆以前的时光，我们听了也是很开心。我不希望福州敖丙的历史流失，因为我要希望它越做越好，每个人都知道。